新历10月31日是西洋万圣节，小朋友真欢喜变装偷糖啊！但这个准备服装得具的重要责任，就让爸爸妈妈真头疼哦。彰化市一间幼儿园的师生是打扮成各种卡通人物，有钢铁人、雷神索尔，也有米奇加米妮，伫咧彰化市区采街，模样真古锥。不给糖就捣蛋，今仔日大好是西洋的万圣节，为着幼儿园应景，老师甲小朋友拢打扮上街来偷糖啊！在地路顶，小朋友生甲真欢喜，有人打扮成恐龙、公主，也有小朋友是钢铁人，警告小朋友打扮成迪士尼的经典人物米奇甲米妮。米奇呀、啊，妹妹呢？米妮，米妮呀、啊，那可不。就是最主要是缝这个手套比较花时间啊，然后其他的就是像他这个裤子是买大人的内裤来改装的，对啊，妹妹就是买现成的，因为实在是做不出来了。小朋友造成的万圣节采街队伍，一路上也吸引不少过路人的注意。经过阿公阿妈早就准备好一大堆糖啊、饼干要给孩子。小朋友过个万圣节，要他们健康快乐。看小朋友生个真欢喜，大人嘛带来欢喜，不但促进亲子关系，嘛好大家留下美好回忆。高雄新闻，本市人中华采访报道。